常联系啊，同学。你是谁呀？你怎么一个人啊？好可爱呀！你家大人呢？怎么让你一个人跑出来了？你家大人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亲戚的孩子啊？我弟的，刚才让他看是喜欢这里的谁，直奔人家就过来了，拦都拦不住。果果，这是老同学吗？对，老同学啊，这是我姨妈。哎，您好，姨妈好。行，那你们聊，我找顾源。我这边有个彩相店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你怎么来这儿啊？路过吗？给爸妈扫墓。啊，那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哥。你应该早点跟我讲，这样我就可以给你爸爸妈妈买一束花了。没关系，跟他们说了，明天带你去看他们。爸爸，你给我抱抱吧。你说我还是他？有空常联系啊，老同学。你还有我电话吧？应该还记得。下次再报意义，我们走了。这人真不错啊，那是他们家的小孩子啊？不是，那是他弟弟的孩子，他刚毕业。你看这孩子哭的，一看啊，他就是没带过小孩子。别人知道呢，还以为啊，他偷了人家小孩呢。怎么样，菜都上了吧？来，果果到里面坐。坐，开始。妈，我还点了你爱吃的那个土鸡汤。哎呦，想得周到。快吃。那，不错，盐水超过的。特别好。来，妈，我给你加一点啊！来，自己啊！哎呀，我就喜欢吃这个，是吧？清香，这个也挺好吃。阿姨，这个能啃得动。你跟小孩说什么？哭那么厉害？说，小阿姨不喜欢你，让我抱你走。哎呀，跟你一样，不筋斗。又来了，热菜来了。我们这凉菜都吃了十几分钟了，热菜才来。厨师做菜也太慢了，后面菜帮我们催一下。这几天扫墓的人多啊，就是周末太忙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加快，马上加快啊。好。